Hello，大家好。下班了啊，晚上又是一个无聊的夜晚。刚才在 QQ 群里面和他们吹牛逼，几个体制内的朋友，那个 QQ 群里面的几个群友都在讨论这个赚外快。然后我跟他们说了一下子，我说。路子还是有的，就是说这个视野要开阔。他们扯到最后，他们扯到什么呢？有一个人，突然出来说这个天赋，说有的人说那个做生意的人是与生俱来的，有的人就是会做生意就有天赋，有商业头脑有天赋。是天生的一种能力，会不会做生意是与生俱来的，他是这么说。其实这个观点不值一驳。另外呢，后面又有一个人说，这个群主说性格决定命运。当然，我回复他，我说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在我几年前的时候，我也有一个长时间的。认为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也是这么认为啊。但是现在我不是这么想了。当我跟那些人说这个，一定要视野一定要开阔，路子还是很多，并且举例说明了我去年赚了很多钱的情况下，有两个人在私信我，让我带带他们，然后我没有搭理他们。然后我在群里面说，我说这个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这个认知都不一样。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要赚钱，要路子，在中国人的这个心里面想的这个路子，赚钱的路子，其实我认为是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呢，是因为他们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这种游戏规则导致了他会认为这个性格决定命运。他们会觉得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外向的性格就会决定了他的命运会好。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生活在这种单一的环境当中，这种环境让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一个结论。什么环境？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通过读大学，然后开始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考体制内。他们认为呢，就在考公务员、考体制内的时候要做行测和申论，就要做得快，你要做得快，所以这就是你的性格决定的。你的性格快是一种做事干练的人，不拖泥带水的。做事干脆的人，类似于董明珠这样的，那么他往往这个行测这一门课会考的分比较高一点。另外呢，在单位里面做事，那些领导啊都喜欢做事干练的人，所以他们这些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但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现在不这么认为。我现在认为还是认知最重要。每个人一定要脱离这个环境当中，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脱离了环境之后，你才能达到，才能提高自己的认知。一旦你的认知有了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路子、赚钱的方式、赚钱的路子会越来越多。但是在后面这几点我没有跟他们说，因为在群里面，QQ 群里面的人，往往你说多了之后，他会喷你。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要想你的视野开阔，认知提高，但是需要你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多去看看世界。但是这些东西你在群里面说，他可能会喷你。这种东西就不能说，就懒得说，懒得帮他们说。
说这需要提高认知。现在不聊，干一杯可乐。哎呀，我靠！我。崩溃了，崩溃了！这瓶可乐全部都变成这个了。全都变成这个汽水呀，变成泡沫了。哎呀！嘉宾的可乐，爽。这就是很多人，国内的这些人生活的环境太单一，特别是很多现在这个环境卷得厉害，大学毕业生没有比较好的出路，往往都是看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或者说视野不够开阔，或者说脑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批判性思维，别人说朝东朝他就朝西，父母让他朝东他就朝西，对不对？父母让他朝东他就朝东，父母让他朝西他就朝西，对吧？关键是，比如说啊，我之前我回家，然后我就不想去农村。有一天就不想去农村，家里面，然后我妈就让我，就非要让，就让我回去，去一趟，就让我去一趟。她说别人都去，你怎么不去？别人都去了，我们，那我就说别人都去，我就必须要去吗？对不对？别人都去，我就不去，在他们的眼里，可能我这个性格不正常。就是为什么别人做什么我不做什么呢？对不对？那就我不正常呀，他就会认为，妈认为我不正常。很多时候，家里面人都认为我不正常。
以前的时候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有首歌唱得好嘛，叫“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是不是？为什么以前的人还有这种想法？但是放在我身上，我就发现，对父母要百依百顺，依着他们的性子来。不能和他们顶嘴，不能和父母顶嘴，和父母顶嘴，父母就认为你不孝顺，父母就认为你不是个好孩子。但是呢，又有一句古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儿子要比老子要更出色，其实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对父母百依百顺，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那怎么可能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这不就矛盾了吗？所以这个想你一细想的话，这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烦，和他们交流烦，这些东西你都不能考虑，你一考虑你就心烦。喝杯可乐。冰的太厉害了，可乐喝不到了。点视频就知道这吧。有经常更新，欢迎点赞、评论、订阅。这个频道是我的新频道，老徐太无聊，或者说老徐很无聊。这个频道的名字，但我现在没有考虑清楚，到底是叫老徐太无聊，还是老徐很无聊比较有意思呢？很无聊，太无聊，老徐太无聊。描述了我的心境，描述了我的这个生活的状态。生活中确实是太无聊的，很无聊的一种状态，很无聊，太无聊。老徐很无聊，老徐太无聊。大家有什么？大家觉得起哪个名字好？这是描述我的生活的一种状态。我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无聊。就这样吧，拜拜。